者杨明仪台北报道，纸风车剧团与客家委员会合作，将于明四日15:30在台北永春国小活动中心演出《童话岛的故事》。活动对外开放，免费入场，欢迎家长带孩子一起来看戏，感受客家文化的魅力。2010年，纸风车登场，做国内首部客家儿童音乐剧《黑阿弟谷》，用客家小男孩阿弟谷和台风扫地的故事，展现客家人团结勤俭的精神。《童话岛的故事》结合《黑阿弟谷》经典桥段和《天穿日》《仙丁板》《骑自行》等客家传统民俗，并融入大量客家歌舞，希望年轻一辈的客家孩子在欣赏欢乐有趣的表演之余，轻松地认识客家文化，增进对族群的认同。台北市有很多客家人口，通化街的土地公庙有客家庙之称，八德路上也有客家流民权协会。纸风车表示，位于信义区松山路的永春国小，临近台北市最繁华、人潮最多的信义商圈，童话岛的故事在此公演，希望以艺术表演的方式为客家文化做最有力的推广及展现。童话岛的故事主角阿弟谷与他的动物朋友，纸风车剧团提供童话岛的故事，穿插大量客家歌舞。纸风车剧团提供童话岛的故事，安排许多与观众互动的桥段。纸风车剧团提供